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不要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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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说你
过来了，啪躲我旁边。这小唐，你是因为每次你想跟我说你们组的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你看我逃跑了，所以才哭引起我的注意吗？我当时，哎呦，那天我真的安慰你了，对对对，那我也哭了。那我是不是一直蹲在你的旁边安慰你？对对，但我也跟大家说不要给我。不用那个，我马上就调整完情绪，然后就去训练。嗯，对，不屈的眼泪抹完了就走。那是我来亲你的第一次哭泣，我就去厕所，同样的位置，那个角落蹲在地上爆哭，哭着在那边这样抽，然后人家来安慰我，我都说不用安慰我，你们先走，然后就调整完，马上就去训练，因为我们公演时间就三天，没有时间让你在那边哭。然后第二天我看到赵小唐哭，我就觉得特别搞笑，我就说赵小唐，同样的位置，都同样的声音，你怎么也坐在这里哭了？太难了。